想拥有花不完的钱吗？每赚到一次魔方就可以获得10万块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代价是每赚到一次魔方，你就会失去一份记忆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还要赚吗？原来还有代价的呀，姐姐，要不你来赚吧。可是我会失忆的。10万块钱呢？你那破小卖部一辈子都赚不到10万块。我可不想让我的大好青春白白浪费在破小卖部里。姐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姐姐一定会好好赚钱，不会委屈你的。我们不赚这个魔方，我们回家。我不委屈。你看看我身边的朋友，一个个穿着名牌服装，住的豪宅，开的好车，而我呢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姐姐，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只要你转动这个魔方，我就有钱了，我再也不用吃苦了。那我就赚一次。行，一次就好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，支付宝账10万元。不是说好就一次吗？你怎么又赚？10万怎么够我花？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再说了，只要有足够的钱，我就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终于有钱了，钱啊！好了，你快把钱转给我吧。这位姑娘，我认识你吗？